美国在今年五月份宣布单方面退出已获联合国通过的伊核协议，并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而最为备受关注的石油制裁也将在今年11月份启动。然而就在如此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却一致表现出针对美国的反对态度，就连美国的欧洲盟友也抱团反对美国，这让美国相当难堪。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得不表态，趁计划给伊朗原油进口国一些宽限时间。而据路透社报道，蓬佩奥最近又表示，美国无法按时限完全掐断伊朗石油出口，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显然美国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强迫别的国家彻底停止进口伊朗石油是不太现实的。据媒体报道称，印度10月份的伊朗原油进口量可能达到1000万桶，而在11月份印度可能还要再买多达900万桶伊朗原油。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穆盖里尼也已经公开表示，欧盟将设立新的法人实体，以绕开美国的结算机制，实现欧盟和伊朗的正常交易往来。该法人实体同时可以对其他地区伙伴开放，这样和伊朗交易的国家或地区组织将会更多。同时伊朗声称正和欧洲达成新的石油协议，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石油出口得到保障。对于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而言，听命于美国的意志放弃与伊朗交易，首先意味着能源利益直接受损。伊朗毕竟是 OPEC 主要产油国之一，其石油出口量巨大，许多国家都对伊朗原油有依赖性，而即使 OPEC 其他成员国增产石油弥补空缺，伊朗也可能会因为石油经济遭受彻底封锁而铤而走险封锁波斯湾，那样的话就会大家都没得玩，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冒这样的风险。而且正如印度说的，联合国的制裁政策可以遵循，但是联合国并没有说要制裁伊朗，所谓的制裁是单边政策，是美国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其他国家并不需要听美国的。欧洲国家不理会美国也是因为如此，这些国家虽然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他们也是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且主要欧洲大国还是欧盟的领导者，这些国家也有话语权。虽然在防务安全方面欧洲确实依赖于美国，但是在国际事务处理方面，欧洲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另一方面，一旦各国听从美国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那也就相当于变相承认退出伊核协议了。因为2015年的伊核协议规定了各国和伊朗进行贸易关系的权利，只要是承认伊核协议的国家都可以继续和伊朗交易，现在退出伊核协议的是美国，别的国家并没有响应，所以大家仍然可以按照伊核协议的规则办事。美国自己退出去了，还要别人也跟着退，这显然有些离谱，所以美国现在也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虽然美国已经自己退群，并且天天吵着要制裁，但是现在那么多的国家不为所动，美国如果真要制裁，那么就把大家都得罪了，这种互相伤害的事情到头来肯定也会让美国承受后果。也就是说，美国如果制裁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众多大国，那么最后美国也是得不偿失的，因此美国才必须开始考虑宽限或是放弃制裁的问题。如果美国继续这样胡闹的话，一旦欧盟及其他国家确立新的经济机制，那么美国的石油美元霸权等体系将会遭受严重冲击，到时候美国的影响力就真的一降再降了。